我在说这个钓鳟鱼怎么钓啊？钓鳟鱼其实和钓桂鱼有点类似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用到的都是千头钩，5克、7克。如果水流很急，会比较深，可以用到10克，一般5克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要轻便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搭配一只微物竿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单价3袋特殊竿。那这个是5克的千头钩，原味也好，气味也好，真味也好都可以。一般呢，我们就配一个2.5寸的气味就可以了，2.5寸。如果太长的话呢，因为这个鳟鱼呢，它是从后面去攻击饵，如果你饵太长，可能就咬不到钩子，所以2.5寸刚刚好。如果是2寸的话呢，那千头钩得用到2克、3克，在激流当中，这个饵是沉不下去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这样就可以钓鳟鱼了。下期视频我们分享如何去探钓鳟鱼。